蔡卓妍、钟欣桐晒贴脸合影庆出道21周年，霍汶希分享多张旧合照纪念。在香港有一个女子组合出道多年，依旧让很多网友记得，这个组合就是 Twins。最近是 Twins 出道21周年，蔡卓妍难得晒出与钟欣桐的贴脸合影庆祝，经理人霍汶希也有分享多张旧合照纪念。两人单飞多年，不过感情一直都没有变，而这两年他们开始再次合体，在内地参加节目。至于在感情上，目前阿 sa 就比阿娇要好，不过两人显然还是以事业为上。而身为经理人的霍汶希也是晒出多张与两人的旧合照，照片中他们三人感情很好，其中也有谢霆锋的身影。霍汶希还配上长文庆祝两人出道21周年。霍汶希和阿 sa 阿娇这么多年一直亦师亦友，更是一直充当着两人的妈妈角色。至于张智霖也有发文庆祝，还配上与两人胡杏儿的合影。目前阿 sa 和阿娇、胡杏儿一同参加了乘风破浪，期待他们的表现。